我们现在在第二航厢，因为我们是场外停车，所以你过来一点啦，我帮你拉啦，这样有点危险，来拉过来一点。悠悠太小只了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先弄上去，你再推。然后我们现在去 check in 去报到，今天时间稍微赶一点，好，我先帮你弄上去，你再用。好，走。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抓的比较不好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嘛。可是还来得及，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半小时，基本上还来得及。然后，对，对啊，通常，啊又不要用滑的，用走的，这样很危险。对。走。我觉得我的这个好晃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稳定器在充电，所以现在没有用稳定器。然后我们还要再往上。哦，这边是接机，是往下。然后我们要再往上。什么？大厅一楼啊。我看这边，我们要去三楼。好，这边走这里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今天我的口罩非常的好笑，大家看一下。很可爱吧，药局领的，好像是药局领的吧，今天蔡琳拿给我的，很可爱。最近的机场人都是比较少的。哎，你现在还要拿 WeHo 对不对？你要拿 WeHo？ 不用哈、哦。哎，蔡琳寄来了，哇，好快！今天蔡琳这次是用 WeHo， 我们上次这几次在日本用 WeHo 的 WeHo。因为我老实讲了，就是稍微贵一点，可是这几次真的用的感受是还不错的。什么感受？就用 WeHo 啊。什么是 WeHo？ 就是 WiFi 机啊。这是日本啊，对，日本的部分机 WeHo 的品质还 OK， 因为我的使用量都比就是真的比较大，通常一天都要大概20G。好，我们要去报到了。机场一样啦，就是真的是比平常稍微冷清一点，希望不要太久，真的。希望我来，来你再推上来一点，阿呦你，阿呦你再推上来一点点，来再推上来一点。好，那你要，好你在这边，我先把你的推上去。可以。你可以哈，那我好 ，OK OK。它就不会掉了。OK OK， 好。好好小心，这边不要玩。好，轻轻推就好了，轻轻推。对。好，走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报到柜台是哪一个？其实哇，机场，我的天啊！机场很少很少，看到人那么少。啊，又找一下我们的登机口，我们要去东京。然后是长龙，十八号登机。哎，东京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我看清楚一点。姐帮我看长龙东京。长龙。那是长龙福冈首哦，我讲错了，长龙大阪，十七号，不好意思，十七号。这里。欸、很少看到机场，今天的人好像比上次更少。对啊，今天的人超级少。因为我们这一次去京都啊，最主要是有一个案子在那边啊，这也是很早就决定的，那所以就哇完全不用等欸。等的是哦，17号，我们在17号。这里也可以吧，就是经济舱。我们不用电脑啊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啦，这边就不用电脑。有网络报道过吗？哼，没有。报道过大，先到哪里？到大阪。那我们先对面领登机证。好好。经济舱。好 ，OK。他一定要先领登机证。
我们就请青年蔡依林帮我们领登记证。按，好，给你们按，看你们有没有按对。好，来，因为稍微有点距离啦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找到证件。阿佑，你不要抢！阿佑，你先扫，然后等一下给姐姐。他可以选位置吧？他读取失败、欸，再一次吧。要冲头啦！对啦，你选错了，真的很好笑。阿佑，你不要急，慢慢按按对，你都有点太急了。四个人，推到这里。阿佑拿起来再放上去一次。啊，感应。再一次。好，终于四个人。寻找那个用定位代号会比较好吗？那阿佑阿佑，这样等给妈咪按。妈咪昨天有传给我。真的是人非常的少。确认，按确认，然后确，等一下我再叫他帮我们输入会员卡号好了，按确认。那你要现在按吗？四个按一按。这个一般有的会从柜台。那算了，那不要。你要先上一页再确定，看看是谁的。没关系啊，对啊。更新。哇，他还要输入会员卡号。Y O Y O， 等一下啊、哦。不是 Y O Y O。哈哈。那个是长龙，都3327。这很长的。
哎呦，让妈咪打就好了，我们时间没有很多，妈咪打一打比较快，有时间再会让你慢慢弄，可是今天稍微赶一点。不是。对啊，更新没错啊，周刚毅的，我的。上面有 Burger King 猪记，还有这个，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，上面好像是益美的厂子，好像又好像是大成的。我曾经以前做生意的时候，也有找我来到这边过，只是当初就是没有想说要来这边做生意，因为最主要啦，机场啊，你的服务人员非常的麻烦，因为当初那时候是没有捷运，所以如果你要服务人员进来啊，几乎都要专车或是搭乘那种大众的运输工具。大家想想看，这边不能骑摩托车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实在是太麻烦，我就没有来做。而且机场的生意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做。然后先蔡琳还在输入卡号，然后等一下选位，我猜啦，这样看起来这班班机啊真的不会太满，所以选位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会希望就是尽量选后面一点，然后。因为后面一点通常人比较少，然后如果是三个位置，如果坐两个人，今天是坐七八七十，好看位置，换位，位置让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这样不行，可是这样子没办法拍啊，我们这已经是最后面了嘛，我们就选老样子啊，这样啊。我们刚原本坐在最前面。对啊，那位置不是比较大吗？对啊，那位置比较大。你说哪一个位置比较大？他刚给我们的位置不是比较前面的吗？你看一下在哪边，等一下。这边啊，最前面。不是啦，是不是最前面啦？是中间。对啊，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就这样，因为这班一定不会太满啦。我觉得你按慢一点，我怕他等下宕机。这个，然后第二个。这个，然后第三个，这个，第四个，这个确认，好，然后确认，终于好了，我们可以去 check in 行李了，好，印出机票。对，那你什么是会员卡号？会员卡号就是让你累积你的里程到你的会员卡里面。那你也有一个会员卡号，我们家都有办，长龙的都有办。走吧，十二点半要登机。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忙就可以了？对啊，就是长龙还算。那办那个要钱吗？办那个要不要钱？办那个不用钱。好，那我们走车吧。累积可以干嘛？阿优，你的行李在那边，你拿那个。到底累积可以干嘛？可以换机票啊，换有的没有的啊，对啊。我们等妈咪，等一下。要换有的没有的。变超矮。好，我们，哇，真好，帮我们开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到大阪。对。先要躺下来。哦，躺下来，好。姐姐，行李帮我给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忘记撕了。对，拿智慧口罩都麻烦拿下一下，就只有一个点了。姐姐的口罩也要麻烦。还有口罩拿下来。好，谢谢了。那个也要。这个是2月17号。对，没错。还有这个借我一下。14天内有进出中国大陆吗？没有。
哎呦，我今天你要做什么？你在这。可是我等一下把它弄上去呢。好。哎呦，你要后退一点点，因为等一下我要搬。怎么了？对，没错。旁边有大陆的朋友，然后长龙的地勤不让他登机这样子，因为他没有健康证明。对，他要请他开健康证明书。然后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也不能改票，只能取消。对啊，其实很麻烦。这个是我从来我第一次来到机场，人这么少的，真的很少，非常少。现在我确认一下，登机门 C9，登机时间是12:30，一共有三件行李到大阪，顺便看一下行李过检查之后再离开。好，谢谢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行李，速度还算快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跟他新来，对，还走出，对，好，哎呦，怕你一个责任，去看一下行李。到了，行李在哪？到了。过了吗？还没，在后面吧，好像还在后面的。我在这里啊。快进去了，这里。进去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去了。都过了，我们就进去了。天机场真的很没人，拜拜。